人类的繁荣改变了我们微妙的环境，我们污染了我们的空气和水源，减少了制造空气的森林，并造成了一个充满毒素的世界。我们空气中的氧比过去更少，这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氧让我们亲近体内的环境和制造我们生存必需的能量，生命所有的功能都依靠氧来调节，我们必须过有氧生命。癌症的主要因素是当正常有氧的细胞呼吸被无氧的细胞呼吸取代。所有慢性疾病与疼痛都是因为细胞缺氧而造成的。组织缺氧是所有退化性疾病的根本原因。有氧生命中心位于鳄鱼河上的莫德德利夫镇上，就在这美丽安详的绿地保护公园旁。在这我们得到启发，去改善所有南非人民的生活。我们希望能彻底改变人们保护健康与环境的方式。这个改变将从艾瓦雷特·史多雷的一项伟大发明开始，这个发明就是细胞食物。起源，史多雷先生因他在开发氢弹与火箭燃料的贡献而成名，但史多雷先生一直以他对人类有贡献的创作最引以为傲。他运用了毁灭性武器中的科技，把它转变成一个反而能改善未来世世代代生命的一个配方。他给了这世界一个无价之宝。细胞食物在1997年轰动科学界，并获得了国际高科技奖。成分，细胞食物可以在体内创造出初生氧与氢，同时亲近与建设细胞与组织。它含有78种元素矿物质，处于离子溶液状态。体内的矿物质平衡是理想健康的重要因素。矿物质控制组织、肌肉与器官的正常功能。人体内大部分的矿物质来自于植物与动物，而它们则从大地里摄取它们的矿物质，但因为不当的农业方式，将土壤内的矿物质都流失了。我们所吃的植物可能矿物质含量相当的少。细胞食物含有34种消化与代谢的酵素，还有17种氨基酸。酵素在很多消化或新陈代谢反应中是不可缺的。氨基酸是体内荷尔蒙、抗体与神经传导素的必需成分。细胞食物确保您可获得足够的矿物质、酵素与氨基酸，来供应给一个健康的身体。若缺少了酵素，体内的新陈代谢将会太慢，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取于全天然的成分，细胞食物不含酒精或葡萄糖，并没有任何禁用物质。它不会养成依赖性，无毒，非侵入性，并不曾用动物测试。酸性口味，细胞食物是在 pH 0.3的酸性基料制成，所以防菌且有很长的保存期。它的配方是柠檬口味，并与水或果汁一起饮用。当细胞食物接触您口内的酵素，它会被中和为 pH 7，然后被体内吸收。吸收度，细胞食物所有元素都处于离子溶液状态，所以很容易通过口腔、喉咙与食道中的黏膜，直接进入于血液内。相较于定状食品25%和胶囊食品的35%吸收率，细胞食物达到惊人的95%养分吸收率。然后，因为细胞食物被细胞视为是如同体液，所以接近100%都被消化吸收。氧气供应，细胞食物可让水分子分裂为氧与氢，并制造初生氧。初生氧是一颗氧气的负离子，可以吸引体内正极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是人体老化或退化性疾病的主要因素。初生氧原子和自由基结合成一个纯净有益的氧气分子，
可用于清净与活化细胞。所以细胞食物创造我们体内的平衡，化解我们体内中有害的原子。腺三磷，我们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颗引擎，而这些引擎需要燃料，这个燃料来自于线粒体，它使用氧气与发酵作用来制造出一种高能量高含氧的分子，叫腺三磷 ATP。 我们的细胞使用腺三磷来不断地供应我们需要的能量，所以体内含氧量越多，所制造的腺三磷也更多。氢气的作用，当然氧并不是保持体内平衡的唯一因素，氢也有很多重要的功能，从建设和强化细胞与组织，到传输养分到脑部或其他组织。细胞食物提供体内足够的初生氢来对抗退化的状况。排毒，当您开始使用细胞食物时，您可能会体验到轻微的排毒反应，您可能会感觉一些不舒适，但很重要的，您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排除掉细胞组织和器官内长期累积的废物与毒素，之后您就会感受到细胞食物给您的活化效果，让您达到更上一层的活力。排毒也被称为康复之围，这是细胞食物协助您达到重要的治疗与强化的效果。科学研究，细胞食物经过了许多实验来探讨它对人类可以有贡献的领域。普里托利亚大学的人体动学专家邀请了45位运动员，做了一个长期研究。实验中，他们服用安慰剂或者细胞食物，然后在3个月中观察了他们身体92种的变数。在最佳的剂量，每天35滴细胞食物。测试结果是，增加氧气吸进量高达5%，增加能量运输到达肌肉组织，增加体内铁质含量，持续力的必要因素，延缓疲劳并减低抽筋和复原的时间，在持续力测试时增加活动的效率。这个研究显示了细胞食物增加了人体取进的氧量，结果提升能量与更有效率的排出废物。更多的国内与国际研究运用了高科技显微镜来观察健康人与病人的血液，结果表示减低的病态与退化状况，血清中清除了毒素，增加有益的血球细胞。日本科学家在1997年也进行了许多测试，与细胞食物合可为营养补充食品。他们的研究采用了磁共振分析器，这种美国发明的仪器是用来诊断病患的身体与心灵状况。福田先生讲到，我们运用了磁共振分析器测试了细胞食物，我们的结果真是难以置信。依照仪器的表示，细胞食物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这些结果证明了细胞食物对改善人体到它所应有的健康状况是非常有效的。细胞有氧化并达到最佳清净与功能，许多的养分可直接提供给细胞，让细胞达到最好的功能。体内系统如免疫系统达到平衡与活化，协助细胞形成、恢复、修复自己。人体是一个奇妙的创作，它可以成长和适应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我们不断的努力挑战新巅峰，细胞食物协助我们的过程，提供我们必要的原料，来达到最高的表现与成就。细胞食物给我们最佳的健康，而有精力去面对生命中的挑战。细胞食物运用氧气活化我们的生命。